简直不敢相信，这群人为了盗取金库，竟然想利用丧尸来破解金库的机关。不料丧尸才走两步，却转身死死盯着几人。他想了想，好像哪里不对劲，前方的是机关陷阱，后面的才是可以吃的活人，明显是把自己当成了傻子。于是就朝最肥的黄毛猛扑上去，把黄毛吓得尿不湿都湿了。好在白毛及时一枪爆头，强哥无奈之下又抓来一个大哥。这次强哥做了万全的准备，只见他将一只断手扔到金库门口，这招果然管用，大哥瞬间就被断手吸引了过去，刚走两步就踩中了第一道机关，无数鸡毛飞镖瞬间射了他一脸。然而大哥并没有因此停下来，并且很快就触发了第二道机关，几十挺机枪疯狂扫射，大哥瞬间被打得千疮百孔，胳膊都被打掉了半截。即便如此也无法阻止他要吃肉的决心。可这次走了好远都没有触发机关，大家以为机关就只有两个，眼看着大哥就要抵达肛门，结果他却突然停下，并转过身想和屏幕前的你合影。